听牌龙，听牌龙加八龙，然后赢八 K，到底要怎么输啊？对面一个开战都没有。我这边来一首凯特琳，气跨买，一枪流凯特琳。法洛斯先买纳什之牙要怎么赢？你说法洛斯没出电刀，先买纳什之牙，不太可能吧？法洛斯一定先电刀吧？我看他不是有电刀吗？他难道要先纳什之牙吗？开盘吗？开啊开啊！不打召唤峡谷的 RK 吗？昨天有打啊，但我等等想来把西游记给过一过。电刀纳什，AP 法洛斯本来就电刀纳什啊，说啥？AP 法洛斯第一件电刀，第二件纳什啊，第三件峡谷制造者，第四件帽子或金人。超级痛，这样打人超级痛。牛头开大，牛头牛开头，大，好像差不多结束了，end 嘞。啊，你哪会是这只啦？是很强，大概我看一猜。下，这一场长这样哦，我好像可以玩平 A 流的凯特琳哎，有点惨。赢了，BB 他们稳了。哇，他们这把竟然打那么久，他每一把都打这么久。哎，三个果子都被他吃掉了。不去了。哎。那个，他不想玩。我也不知道他干嘛。OK，封锁。这张图感觉是我的主场。咚咚咚！多精彩啊！凯特琳从头射到尾啊！哎，另外那两个召唤组合，好，盖伦冲了，怎么还打？不知道哎，他们打好激烈啊！盖伦哦，两边都有泡面头，哇、哦，极限了、啊！我以为我们已经拖很久了。三风点火，无限平 A。技能命中敌军永远加一魔攻。哎、欸，我们打赛特那一组打久一点，我打久一点。永久、哦。啊，可以让我农小法那个，你让我农看，让我农。看下这个多烫，这个滴滴滴滴的哎、欸。啊，这组。我们就想办法把汉默丁格那个炮台先吃光光，有点麻烦。啊，二轮没有闪，二轮没有闪，先把炮台都处理光。我们要去偷那个。OK。我要去吃下面的、哦。啊，还开果子。
OK， 我封锁这边了。你就看这个没带伞的盖伦能干嘛？嗯。上面花要神。我要吃右边的。下面的要神。哎，对，他会穿墙哎。先杀他，先杀他。哎，他已经有鞋子了啊、哦！他卖鞋，他卖了买鞋子。哎，我洗魔弓，我洗魔弓。哎，给你洗魔弓，给你洗魔弓。打他炮台可以 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要打英雄。对哦，那你一场加起来没多少点。我加了12点，对不？加十二点，你知道？那个打那个丢几下赛特，我一定很爽。哦，这无限叠，哦哟，无限叠，无限叠燃烧，16，16，16，16。这组你还是赶紧抢走是吧？啊，我先吃上面。你死！哎呦，我召唤怒不很卡。这个，我五秒一，我这召唤物很值钱。顶上去了，他升级了，啊，就这样打，就这样。拉扯一下。吃他们果子吧，你抢他们果子吧。嗯，你说吧，是啊。无限燃烧，烫死。召唤物，我也不知道这样是有没有赚。加点赚。说个啥嘞？狂风之力好了，来出个大面具。大面具哦，突然法坦，你就炸那个汉莫丁格吧，我等你直接开画面给你。他没意了，都冒死哟！哎，又来穿墙，又想穿，哎呦，好像要快劈到，哎，对，劈到我了。来，你跟他单挑吧。然后我在控那个，嗯，把他撞了。将会有大哎、欸，啊、哦、会有大，哎、欸、赛特一直在他那里，啥你就用你的肚子顶他，你把自己弄出去是什么状况啊？不小心出去啊！你把他炸出去吧，你把他炸出去吧，不然你好喝。我没大，我没大，那你去抢上面的花吧，不然你完嘞、欸。哎、欸、对。没事，来来个好的，我塞，每回合有免费的果汁，免费的果汁哎、欸，我要玩坦，我玩坦。你就罚坦啊！嗯，我应该可以转时光吧？还是时光不坦？不用吧，你的面具了，出其他的坦装就好了。就是。哎呦，哦，有一个血书诅咒。我只喝到饱，真的好爽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对，哎靠！那W被我断。
抢啊！谁救我？开枪！开枪！你这个有洗魔光，这个有洗吗？你自己想办法。啊！给他吃果子，还要给他吃果子，杀人诛心。哎，没差啦，没差到两点了啦。走，慢慢叠啊，越叠越厉害。我看看啊，这有飓风剑，好像还行哎、欸。来一手飓风剑。一堆的狗狗，反正我要站到那个中场。哎，对，我竟然被他杀了、欸！那、啊、你把他炸了吧。好，这狗盒可以借过一下。你也不会打中枪，真的不会。肚子，哎呀 ，Q 啊 Q！ 不要晕到了，晕有点久，需要西风匕首，大家就要死。西风匕首给的是真多啊，命中时再加五攻速。再看另外一边哦，双坦的对决，后面头意外的都死得很快。这个敌人，哇哦！锤子也卖不掉。炮攻速。好。为啥不点 Q？ 根本用不到，平 A 到底啊！力量提升。我还没丢过闪，其实。哎呦，秒杀！这边那是无情踩夹、啊。这为什么他们都无视你啊？直直的朝凯特琳冲过来。你看人，你打不赢我。哦，哎，这一组真的要小心那个三肯齐全勾的。好像只有这个三肯齐全勾的。好重。有点意思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丁毅斗转星移，这很厉害哦。你要跟我换位置。有危险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你换，反正你先撞进去打他一套。秒那个吧， okay. 没有那泡面了、哦。对，我中弹了。如果这破没闪，我先给我大破。好像在吃招哎。我慢慢的烫他们，你大多久？我20秒。哎、欸，明天，哎呦，他才要讲，还、啊、丢大了！我靠，我被你换球了！鬼换位，鬼子换位。
我刚刚吃一下果子，丢一下大曲。我刚刚那个换位，直接就能把他们 A 爆。哎呦，阿龙真这组杂鱼啊，这一组杂鱼的。我看一下，魔攻吗？好像都有哈。好，幻影之舞好了，戴帽帽了，已经戴起来喽。免费果汁，此单位抽到血。我可能可以秒汉梦。我们一开始就输在我旁边了。哎呦，再给你一个夹子，狙狙。我看一下跌多少魔攻，57而已，好少，超烂，那个看起来超级烂。去，我看一下，来一个，他是狂风来刺，出狂风哦，没事啊，我水晶弯刀啊，然后我再拍个手啊，你就直冲那个泡面头，你不用理我，有危险我就直接跟你换位。OK。哎、欸，他买泡泡了。买泡泡了，自然破得掉。谁破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喂，还想抢我头啊？直接血虐凯特琳，我觉得不烂啊，一直 A， 一直 A 其实蛮爽的。哎呦，快角斗士嘞！嗯，感觉纯 A 好像就很 OK 哦。Counter 召唤流，召唤流看起来没有想象中的厉害。哎，这些人玩得很烂。不可能吧？这些好歹也都是一些。台服的高手，我们遇到大坦，我这不太确定啊。盖伦、赛特加这个蟾蜍应该够大了吧？哇，这边准备来帮 BB 他们最后一场加油。召唤流最强是掘墓，掘墓真的蛮猛的。还想换吉英克斯，该不会吉英克斯也是爽吧？我玩盔伤体，盔伤体。你玩那一只每一次都输哎、欸，你有头绪吗？不关我的事，但我就是要玩它。你玩了、啊，你倒是玩了、啊。凯尔开出来嘞，少男，我手很长啊。没事的。赌的钱怎么还没发哦？发钱呐、啊！至尊哦。来了，比比他们第三把。炮娘按掉了，啊，第五把了呢，打好打满呢，最后还是交给小夜夜上了，就小夜夜都没在练习，怎么是他上？啊，丁毅，你有头绪吗？
怕。为什么是小月上？小月很强，我就都很强。啊，这组有什么？猪女菲欧拉、欸。我感觉凯尔那一组可能很难对付，我真的最好选个隐形之类的。OK。或者你直接就把凯尔排走啊，但我感觉你会被他直接拍死啊。啊，后面才拍死。好，这怎么打？这个感觉爆难打的。他们这个、哦、我先站着草，然后看状况啊。因为第一波他们强，就不要让他们冲进来就好。只能说这地形，他们似乎想冲就冲了。哎、欸，他闪现抢花，完蛋了啦！嗯，真的，我动不了啦，我没有攻速啦。啊，只能说这一只前期比凯特琳要差一点。抬两个，抢花！哎靠，我被他点了。看来你这350拿不了。哇，被顶断了。看看我第一个能选到啥，看能不能选到致命节奏。哦，隐形发射回力镖很厉害吗？你 AD 够高的话还蛮痛的。那吃 AD， 那该吃 AD 了 ，ADAP 都吃吧，就吃双系数吧。我感觉我试试看，我看他怎么。他就是虚伪的回力镖啊，弄的、啊。你就走一走，他就会发射。那怎么不发射？那个是用大炮进场有什么优势啊？谁会选那个、啊？雪橇进场。雪橇进场我还有看过哎，大炮进场我一场都没看过。哎，真的是虚伪的。哭啊！我以为是之前，我以为是那个啊，是像那个。哎、欸，提摩在追我。OK， 小王顶在最前面。他去吃果子啊！我抢一个。你准备拿下面的果子吧？你的血量不够嘞。我抢到两个，有。哎呦，十分激烈，十分激烈。我要去吃上面果子，赢了。我要分一。他撞我。哎，啊，启动。哎。哎呦，危险哦！你这伤害也太恐怖了。不管 AD 前面就这样啊。哇，刚刚那我竟然没能 A 死他、哦。哎，飞爱这一组，我直接去吃飞爱的大了，然后我直接隐形，可以吃掉。应该理论上可以吃掉。恭喜，恭喜被中了直击。哎，再走！我看一下是造成伤害，哎。他打了蛮多的、欸，看你们看哦，哦，30%的额外 AD 跟20%的这个四性伤害，你两个都不高哎、欸，但他其实会发射蛮多次的。来了，成
化妆。羊刀准备登场。那海妖还是先来吧，然后海妖感觉看不低啊。飓风第二件或第三件都可以吧。大谁听我这一组啊，我就抢着这个草吧。哎呦，刮刮，你慢慢刮。哎，我去吃大便。我看黑草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这九级为什么舔得那么痛啊 ？AP 九级啊！哎，他顶你。哎，大便就够听啊！哎，你没有模仿啊，108哎，怎么那么痛？我把他推到甲子上。哎，我刚刚换了，还不是这个九级超痛哦，全 AP 九级，太好打。啊，还有大，哎呦，黑身体，这就是卡桑蒂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大炮射入场，要吗？是啊，看起来烂，65%爆率。40%爆率看起来蛮屌的。真的转羊刀嘞！我这边转羊刀飓风剑，一定很爽。羊刀飓风剑，然后陨落，玩特效流。要生命。他们突然改变打我，那我只能说，你有卡吗？你卡上帝？你上帝？你是卡上帝？谁打得动？哎呦，动动动动动动动！黑人选位移一秒加爆炸，还有这种好东西哦。你会选过，那也蛮帅，就砰砰砰，哎、欸、会痛，那东西会痛。你位移，然后就会留一颗花，就是。没有，位移的路径都会有那个爆炸。哦，这么削哦。隐形很坑这些刺客、哦，又来喽。哎，对，来不及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挂？我已经直接开启了。他没闪，哎，他没有闪。隐形满汤的这些刺客，你没把他推开哦。不过他还可以 Q 2打到我。哎，这菲欧拉，菲欧拉远距。哎，我这还是离远一点好了，我也不急着上。啊！他吃红拳了，哎呦！吃全招红拳哦！远程飞欧拉，哎呦，很强！他这样他的 Q 还是要那么近吗？对，打双魔弓这种。双魔弓哦。把蹦蹦飞弹点起来。这
你这瞬息加不死之握很烂。瞬息加不死之握，那个好像不知道哎、欸，看起来蛮烂的。我只能说是真的很烂。哇，有提摩，你先把他爬爬造出来吧。OK。哪可以舔这么远？你就打那个主题吧，主题有点像。好、啊。大招来喽！哎、欸，中间那个要出了。我不行了，我被提摩追杀了。好，你跟提摩单挑了。哎、欸，靠，这地形很不爽，他不会走位、欸。他直接被你 A 爆。来，招拳，哦，三个龙魂，致命节奏加征服者。地龙魂、僵尸龙、风龙。僵尸龙啊，那你先上吧，你先上吧，不然那个飞爱打到我，我这飞爱一定会一直锁你。不知道，我会找到你，我会躲到最远。我等你进场，我也不急。我靠，他是要把我打的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被。我靠、欸！对，我竟然 A 不动他，不行，没有陨落不行，需要陨落。他把我抽出一波。我陨落一出哦，他就不用打了。我躲在哪里？陨落，我这诸侯大师，这么大的猪哦，超多少钱呢？靠！我被弹走，完蛋！我被剑姬开花喽！你要吃花？好、哦，三条这头猪，再拉！又晕了，你好像不行啦！哎呦，还吃到一个！哎呀，你被拍死了！我来出个反甲，看我最后一件装了。这只猪也太大只了，哎，他还会把我缩小，还会把你缩小，这么狠啊！到。那我们轮空一个回合，注意哦，这样我们包 DP 了。他们走了。看一下，感觉猪他们应该是走了啊，无敌凯尔了，十六级凯尔。开始拍了，哎呦，这个剑弩有机会吗？嗯，被凯尔 A 爆了，老板，感觉谁都打不死那个凯尔。Yes。哎呦，我拿一个厉害的，缩小光棍、啊。队友阵亡后可以。
大幅增加伤害跟全能吸血。好，我先跟他拼了。OK。嗯，菲欧拉超级硬，我是菲欧拉，菲爱。OK。OK， 我没了。你那是拼的有点快。怎么样？帮你强化了，我帮你大幅增强了。哎，不行啦，凯尔太卑鄙啦！啊，变掉。OK， 变掉，凯尔狗脚。你已经进阶，来到银牌。角斗士看看吧，哦，七分钟没死哎、欸。角斗士要6000分是不是？怎么又有加里欧啊？这一队到底多喜欢加里欧啊？哦，蜜丹喜欢钢普。这一队已经连续选5场加里欧嘞，5场、欸。哪有命就一把那丢死？差不多啊，弄这种物件啊。吕布第三个衣服，听起来很稀。曹操啊，他不是说他叫曹操吗？咪咪蛋又拿出了自己的闷脚钢普朗克。咪咪蛋都不拿蓝宝，还是蓝宝都被按了。飞可圆软鲁斯，不是那都什么版本的？14版喽。哦，这个冰剑，中了也不会怎么样。剑有瑟琳系耶，完蛋！我真的很不喜欢瑟琳系的角色。我等跟你说，小夜夜的瑟琳系是上过世界赛了。他非常喜欢，确实。大凯跟紫喵喵去吃好料的，不久、哦。瑟琳西本人，这么夸张？我也是有一点点饿啦。我想想啊，乌尔加特，凯尔还是赶紧让他滚蛋，给你见识一下我的真呐、啊，补血流，你来个能打的，好，我疯狂奶你。要不然我玩近爪，然后你开刀吧、啊，我开刀，你把它吹走。可以，反正你站前面。我有超多真娜造型的。哇，真娜有这么多造型啊，尊爵不凡。哦，选这个暴风女神好了。气象主播，气象主播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、欸。人家尿尿应该来得及吧？高速尿尿。
Hamlet, but that's a, it's a fight to the death kind of tournament. No worldwide high stakes tournament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purchasing performance in hand. Okay.出动！你是玩哪一套？那个三将黑切手套？啊，应该是那套，那套应该不错。报告。我中单。抢都中是吧？哎。偷偷的，偷偷的 A， 选中间喽、哦。OK， 我叫个狼。稳了。鬼子吹风。另外一组是什么？冰鸟加波比，想玩这个撞墙流的，哎，变两弹呢，确实。哦，我手开始在变长100，我可以有进爪大。我自带镜爪大哎、欸，哇、哦！你那个是主动召唤师技能那里？对啊，你看这个。哦。啊，到时候看有危险，你就先开吧，你先开，然后我补开，然后最后我把他们吹走。超级有用，对啊，不然等缩圈也会赢。哎呦，我看着。选喽！来吃果子。吃果子哦！那你倒是留给我吃啊！是啊，我护盾啊，来啊，过来啊，我择日而亡啊，择日而亡，我你的大，我你的大，开了啦，去吃啊，去吃果子啊，快跑啊，继续跑啊，我帮你扛啊，哎，我可能休息，哎，对，你往休休息啊。还是我不点大，我建议先点一下，两次回血。你看上面那种物流给我，是吧？过来再。反正我就一直护盾你啊，然后我上面帮你扛。好， okay. 我直接上去扛，他们也秒不了我。Go go！ 你先开的。啊，那个他们有解。啊，没事，你再回去。我还有个大。他们有解。没那么容易有解的啦。你好像危险了。哎，对，镜爪没了。他们有解。等你出装，等你出装，等你伤害，感觉你至少要到黑切才会抢了。OK， 没事啊，我等下补个面具，我也补点伤害。
打杀人叠被动，幸好不用杀人，我会加被动啊。来啊，主级变强哦，主级，吃人回来喽。来了来了，单向吗？还是海妖啊？好啦，回响啦，我来一首回响啦。要不我海妖，我海妖无尽。玩这么稳哦，也行啊。试试看。海妖无尽是真的软啊。嗯，确实偏软。恶心，喊到他，又偷 A， 又一直 A， 爆 A 爆 A， 哎，我这被舔了。你开大，你开大，你就开大、欸。那我先吃果子。先吃果，先吃果。就在这里打哦，你要开大哦。好，我先吹，哎，我先开。好，我再开一个。哎、欸，没有吃出去。哎、欸，我被吞了。可以啊，再给你一个护盾。哇，好像预判了。哇，有点意思，你还被他预判哦。可以啊、哦，越战越勇。嗯，不是那么容易吹出去，但我应该还是可以把他们控很久。来一手，我可以叠双防，还是真不厉害。成，啊、两倍的技能极速。这冷却超快。现在 CD 几趴了？55%。汉默丁格啊、哦，你就先放你那个狼阵，先抢中间吧。OK， 我们就站在中间打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就在中间打。来那边。啊、我可以一直偷白板。好，你攻击距离已经这么浮夸了。中间那个战斗场。打出大绝。那很好。开个大给你。好，然后你再自己开一个。哎，他也有。开哎呦，没想到你也有啊！尤其波比那一组看起来蛮好打的，那一组应该被我们偏克。我看一下，我给你搞个魔气好了。无尽，无尽。袭科感觉强。哎，为什么不连你？要连啊？降治疗吗？应该不急吧。近爪印记怎么算？我一直打赛特、欸。近爪每一个回合就加一吧。好，不然你一直打赛特。好。
走啦，偷偷的。咚！赛特好像次数限制了吗？我也不太确定。出去！已经上来哦！哇，这里有隐形的东西在卡住我。是我再给你一拳。That was fun. 看来应该是可以完全的痛扁。再给你搞一个这个好了，再给你搞一个魔气，难取呢。你站好中间无敌。OK。记得自己开大哎、欸！啊，天价！我会开，我出来就来。哎哈！他死，他死！你帮我挡他。对，他完蛋了，他完蛋了。直线上盾，哎、欸，再开一个大。人挺好。不按白不按了。灵魂碎片打30-180，对面怎么那么废哦？没办法哦，劲爪叠起来还是蛮痛的，劲爪攻击距离有点远。啊，这个、哦，技能会标记敌军。买啊！我无敌了。你选到啥？致命节奏。我选到随着攻速加攻击啊。哦，我感觉应该很厉害哦。你攻击就已经够高了，你就记得要开到大，就对了。啊，远离墙壁。好，你就从那边射他，漂亮。哇塞，过来喽！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帮我开个大。哎，对，好啊。对不起。哎，怎么不是帮我开神量大去？是，没想到你就这样死了。好啊，近爪，稍微送。好，冷静，冷静。想一下，来一个这个好了。好，我买一个任性刀。嗯，还行。虽然我已经出魔锅了。你先去 A 爆那个山呐，或者你要 A 铲除也可以。好，我是造得出来吗？造得出来，造得出来。靠，我快破了！对对对，有危险，记得开大。他的手也蛮长的嘛，开大、哦！哎，他的手是爆的，是还有一个大。我被。分掉，还有一个大，可以，别抢中间嘞，嗯，哎，带走，哦，三娜手不简单嘞，没事啊，三娜已经 out 了，你先别再送就可以了。
乱枪。我看一下，我从何送过他？这组理论上蛮废的。好，我买个天使甲应该无敌了。你买天使甲好了。那买个幻影刺我。我不知道买什么。啊，我这边有什么可以买啊？也没什么可以买的，我冒冒好了。派奇出动！你越过冰鸟这杆，你跟他这个队看干嘛？不，我找波比啊，波比不在呢，波比来了。哎，我帮你开一手。哎靠，他竟然还在这里！你就直接开大，你就直接开大。好。好，好啊！天使甲，好 CD 啊，太好了，好。而且天使甲还进 CD 了，哎，你就先杀波比，哎，你就先杀，直接杀那个冰鸟，你就直接 A 那个冰鸟，那冰鸟不会隐形。你，不是波比会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就 A 那个冰鸟，你就走上来，然后 A 那个冰鸟。你帮我找那个波比位置，我先把它射掉。找到了，好，很好，他先 OK， 他先，你也不帮我开大，我隔墙啊！哎靠！哎对，他把你秒哎！好啊，丁义，好啊，好啊，不开大，整天不开大是怎样？我要你这样死掉，都是开刀、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哦，我想说你跟他一换一，我稳赢。对好，他不是有病，你就有病，不是你明明就可以只大到我那个地方，他还不会中，那个有点细。不，我们先来看哦，我的天嘛！哎，龙魂呢？非常龙魂。玩啦 ，BB 他们要玩啦！你不要在那边嘴臭哦，我来看一下。这真的有点危险啊 ！BB 他们现在超级稳 ，BB 612哎 ，BB 可是612哦。哇，他们的地龙魂呢？反正咪咪当然后期无敌哦。确实，那个多米尼克那出来，我靠，他们很勇哎，他们直接开巴龙哎，被招到哎，太勇了吧？不怕西门阿五个、喔，就是大树一绑西门阿五个嘞，关后期无敌了，关还好，静算是比较不怕关的 AD 了，静绕跑比较快。哇，远古龙哎、欸！哦，然后这边是吃八龙。远古龙换八龙哦，我觉得也不好说。哇，要包要包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要包，要包嘞！我直接勾到哎、欸！哇，小叶哦！关死了会赢哦！对呀、哦。哎呦，小爷爷！关这个时间，竟然被勾到了。为了他直接被再生接大，好了，我的瑞斯叔叔该来登场了，你来个远程的吧。
OK， 我玩个 AP 的。AP 的也行，我瑞斯真的好强。好。要不然我们打一个刺客。哦，刺客流啊，也行哦。哇，这里面刺客顶不顶？啊、哦！冰箭打中了，完了，明弹。因为他是你的钢铺，是人家有橘子啊。明明弹解掉嘞。如果是我的钢铺哦，刚刚已经反杀了。瑞斯叔叔，我看开局来个鞋子好了，像什么？开局爆烂的，怎么有波比冰鸟啊？又是他们呢、欸？又是他们哦、喔，直接了结他们了。鬼步追着砍哦，他完蛋了。蛇女现在会出石像鬼吗？蛇女。会、啊，真的会。我不确定。提莫已经死了。好，我直接陪你一起 A 果子。来，看影，理论上也死了。追着他 A。随便杀哎。啊，这组前面好弱。我的瑞斯叔叔还是一如往常的强悍。三二十，是吧？我记错。哇哥，乱扯。我前几天 YT 我滑到那个、欸，那周报那个，你看着一个。三格血的开山，然后从面前走过去。我再看一次，我还是感到很震惊哎、欸。他就没剁到啊？不是，重点就是没剁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就这样走过去，是吧？他就这样走过去，他就全招，他脚闪哦。你也有全招哎、欸。啊，我全招，然后他脚全招，他那把操作挺好的。你说那个？还是你买去超过天哦，那个炸鱼的，那个蛮强的。哎、欸，先跟剁波比。哎、欸，我火龙魂，谢谢。波比就是强果子，好，你姐抢那个。未来抢我。啊。冰墙把自己卡住了，我今天做爆这个鸟蛋，来了，先吃鸟蛋。花要来，花要好，花要好，花要好。我感觉好像得 A 那花、欸，好像不好说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娘，好啊，弟弟，你回去 A， 哦，好啊，叫我 A 这个花。不是，我刚提醒你花要好了，那你后面你、嗯、好像要 A 这个花、欸，哇，真是傻眼，在那边哦，那边搞鬼，保卫者利刃，哇，他们还打、欸，那、啊、当然了，你以为 BB 他们那么容易输哦？不是，我觉得 BB 要赢 ，BB 他们会赢啊。决赛见了，哎，里面标记了。我身上有一本小红书，哦、标记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会把嘉文拉下来，另外上。好。我已经鬼步开启了。哎呀，全部顺走了，下面的花。嗯，我们手下面的话，
然后 Kenny 满血还要跟我抢这个花，我这鬼子进去，不是啊，看我操作了，啊，你操作，哎，瑞斯叔叔，大家安心啊，哎呦，我回应，回应，等他被烫死。这书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来看看啊，这把我来一个物理破坏者。你还出那本书哦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抽。哎，换他们这些古龙，那对面拿巴龙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在看呢，我看一下。我已经把它切掉了。哎 ，OK， 他剩一个蛋蛋。哇！哇、哦，他把我推进去，真好秀。哎哎，哇！哎哎，莫慌啦，他已经完了，这个要把他弄死了。完蛋！险虐！破船战斧、哦。这个防御行动看起来挺厉害的。好，报仇雪恨，等你死掉，我可以。大幅增加伤害，我就根本就不会死掉。选这感觉很好玩，我很难死。剁，我会剁多少？剁475。黑切手套无敌。我直接追着那个加文杰。OK。哎、欸，他们竟然有神羊大、欸！啊、哦，竟然有神羊大、哦！哎、欸，对，我死了，你自己好好努力。你好像被秀烂了、欸。啊、哦，我这真的要。哦，结果没中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他在 EQ 过来，你好，哦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受不了，决定最无脑玩法。我们都把两朵花都吃掉了，是吧？快点大招哦！剁啦！我好傻。哎、欸，不过他的盾物，他什么盾啊？啊，心死！哦，心死！黑色切割者。提摩这一组好像烂烂的，追着提摩吧，应该随便玩。我觉得刚刚厉害就在那个报仇雪恨，他们是不是有神养啊？这一组啊，这组我没看，这组好像是有神养。哦哟，还有机器人的钩子哎，等一下哦，我靠，他这样把我推开嘞。我去吃花了。哦，你躲好吧，我帮他单挑。排队。哦，那天你操啊！那被痛死了。哎操！哎呦，你干嘛？我干掉他。哎呦，好好 ，OK， 我相信你哦，我不会怀疑你的。我都支持不了他。剁剁！机器人的钩子飞过来喽，解锁！
as the fighters exchange legal tender for objects of indeterminate worth. 好，来打劫这一组啊！哇，两边就七万，都75K，74K，好夸张！打这么激烈，所有人都在中路哎。BB 他们这么能盯啊，11点多嘞。哇，这感觉爆的耶！我直接开战，鬼步开启，这剁！哇，还有那个神眼，你也有神眼。哭啊！怎么每个都有神羊啊？什么状况啊？你怎么没抢花、啊？我没抢到。救他！可以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波赢吗？你有报仇血。我只能说我相当的……哎，我有报仇血恨呢、欸。好了，我要从这个大炮进入战场了。哎呦！气矿哎，我现在可以做900滴哦，为什么做900？不是942吗？你是姐，哎，那你们应该是呼叫 out 啦。看一下波比这一组选的什么，波比这一组也有神羊哎、欸，在冰鸟身上。我靠，超烫！哎呦，对面超烫。不要被秒了！怎么还有第二次神羊啊？神羊过多。哎呦！哇哦！就两次神羊哎、欸，我们要打劫那一组、欸。No worldwide high stakes tournament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purchasing items. I love money.好，看我血量。大炮来喽！你的意思？时候到了。来咯，无法度拍平啊，这只。哎，对。打冰鸟那一组，哎。决定来一个这个什么黎明的40攻40防，好，再带个这个 BB 倒了， BB 他们不要乱说，掉八龙而已哦，45分钟，然后是双龙会，双龙会啊，双龙会也不一定会输啦，没错，感觉你要先进场躲一躲，然后我再进场。OK， 反正我躲在大炮里面，没有人动得了我。哎，对，你不见了！我靠，他挡住 ！Oh my god！ 哎，你也没了。对，我们要跟杰那一组打了。哎，不太对哦，不太对哦，真的不太对哦。高山之魂。不可能啊！我瑞斯属枪刀，怎么可能被秒？决定拿出枪刀。好，你一进场我就进场，就这样了。竟然还是丁神，丁
神是啥？还在嘴炮你，你以为自己真是顶神？那你有看到国人去自己啊？啊对哦。哎，还被狗咬了，我要上了。好，我看你，我看你。我抢他们花。好，你抢他们。那我先把这些花打。Go go go！ 全吃全吃。你决定上你啊？哼，哪会那么容易？帮你开报仇雪恨啊，哎，吃花喽！还是你要单杀他？哎呦，可以报仇雪恨开起来。怎么可能啊，我5000多滴血，5000多滴血，想打这个，我换一下，我换个泡泡好，我来点死亡之握，药全喝啦。OK， 出动！哎，完蛋！哎，完蛋！神将，我已经打满了。啊！到底是有神将啊？哦，对，谁会是选神将啊？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。我伤害拉满了，怎么可能长这样啊？我还打比你痛哎、欸，不可思议、欸！你会不会只是一直在多那家人？不可能，我完全没 A 那个家人。哎、欸、，BB 他们现在这波不好说，艾希倒了，咪咪蛋，咪咪蛋可以吗？哇！堡垒倒了，真的不太可能。不是，我看中间的场，那个完全就不可能输的。不是那一场7-0开局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有被逆转的可能性呢、啊？7-0，哎，石像鬼蛇女，石像鬼蛇女也不是说不行吧？那正常套路，我看每一个都会出。你今天笨脚。你说他有一件就一定会是石像鬼啊？哦，我看几乎每个蛇女都会出石像鬼。然后他石像鬼大天使，然后超级硬这样啊？哦，他就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是看到都有。我决定阿戳斯出来啊！你阿戳斯哦，好，我来个配你阿戳斯的，我来个控场的，骂砸哈。召唤流，你的召唤好像不怎么硬，还好吧，摸一下摸一下面具跟那个冰杖。马尔的召唤超烂，说啥？刚泡面头那个才叫烂，泡面头是真的没伤害。都没人编小丑提摩、啊，垃圾阵，那个根本赢不了。狼人呢、欸？
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, fighters! You ready to show them what you're made of? No more money!这边有水银可以买吗？有啊，3000块一个。Come on, come on, let's get back to the fight. 去吧，虫虫！哇，看我虫虫咬谁就变谁啊！你这虫咬到人家鬼，不好说。哎。普攻我，哎，他鬼不开启，还要打后门魔啊，后门没招啊！啊，你先别急啊，你先别急啊，我知道你很急。我完全没急啊，我你看我扣血。好，招式好好拉扯一下。哎，你到了，他丢闪，你还吃花哦？哎，对，送头。我刚想开多，还没闪，现在队友哭了。OK， 这个也没闪。你刚刚那个血量想开多，你在幻想是不是？没事，没事。急救箱。哇，契约杀手看起来好强哦，但我要这个雪地踱步。体验37个月，你看这假人扣血有多少？那你是要跟我说你没洗？完全没在洗啊！什么卡玛加圣一点伤害都没有的阵容，我鬼了！哎，好，我变卡玛。哎，我要果实，我要去吃别果实，再见。抢果实。你去吃果实。你还嘲讽没了、啊？我就卡着他们，有危险我再吃。好，我危险呢。楼下的，楼下的，楼下的。来、啊，给他，开枪。OK， 我到。剁，就剁这个肾的啦。好，打这颗肾。来，跟他扫一个肾。啊，少了，少一颗肾。好，少一颗肾，那很稳。我成功咬死他。对呀、啊。手刀抢购。我穿了啦。哎呀，这一组啊、哦。反正沃维克飞进来，我就先绑他了。欸、他会很鬼哦，他会很鬼哦，应该哦，比比他们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、欸、我每一场看都大优势，他为什么打着打着算是输了？那、啊、这怎么有两组沃维克、啊？沃维克该不会是偷脚？是啊。哎、欸，阿，你不是说进了在那个吗？没事啊，我大招冷却很快啊。速刷一个大招出来！哎、啊欸，他摇，不会过来啊，不会过来啊！沉默他了，你快跑！啊，闪现走啊！别再给他吸喽！不要，我也想走啊！我在走啊！好，我把他们引走。我还躲花，我还等花，我还等花。他变回来啊，变回人形了！我吃到花，我吃到花，我吃到花！你还行吗？你过还好吗？过得不深啊，但勉强强。你要不要试试果子？果子有啊，吃啊。嘿，看我大招！
最速屌哎，错错，带走，哎，这些年那肯定过得好啊。狼人血虐啊，完全血虐的局。OK， 下面具已经来了。我先死了，哎、欸，又在洗，慢慢洗，慢慢洗，完全没在洗。是我要是有洗哦，我那伤害早就高你好几万。不是你，你只会洗。打这个，街头霸王，想吃牛排，街头霸王啊、哦嗯！哎，不利的开局，认真。我来帮你处理一下这个 Big Mouse。Big Mouse， Big Mouse， 吐到了。Big Mouse 把你吐死了。哎、欸、哎、你应该是吃果子吧？哎呦，你没有，你攻速不够，压制，压啊啊！准备压制！哎、欸，上面花长快嘞！没事啊，他完蛋了，压制！哇、哦！哎、欸，谁说你这废脚？这是超强，这是超强。压制根本没得解，技能带燃烧，哇，还带燃烧，我如果不能使用大绝会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应该不如去死一死。讲话没有必要是吗？因为没有大招的二煞师傅就赶快。你选要啥？我选回血，可以那个回血，可以那个造成魔法伤害。哦，那洗血好像就顺便打他喽。打，我可能会有很多重。OK。直接把他压制。哎、欸，他大学被我秒断，去。他是很断。冲啊，冲冲！哇！血虐，是完全的血虐。寇格魔他们也一直赢、欸。感觉就是我们两组打了。让你一直吸血，然后一直用魔法伤害弹他们哦。现在是魔伤二煞师哎。我现在会有两段伤，很多伤害。后格魔可以把我们打爆，后格魔真的被我吸住，我就看他怎么把我们打爆。等我们硬杀后格魔。太大！哎呦，你现在是坐不停哎、欸！狂剁猛剁，哇，剁！世界专注，寇格魔这一组我看一下，他应该救不了寇格魔。街头霸哦，他这次出水银哦，他有水银哦，没事啊，让我捅捅他有吗？你最好逼他一下，逼他一下 W， 然后先走掉。好。
只能说他普攻会加跑速，他选到那个。上他！我其他真的差点把我吐死、欸。他怎么把你吐死啊？你真的吹点魔法吗？大吸魔剑之类的吧？不要我振奋，你要振奋哦，好像也可以。哎，谁淘汰了？卡玛那一组淘汰了。招魂啊、哦，这是冥想啊、哦。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啊，七十点 AP 好了。那我们观战这边，好像血多都会观战。好，血多有优势。我感觉狼人那组会赢哦，狼人大嘴应该随便吐这个。哇、啊哦，这个狼人回血太快了！哎呦，哇、哦，狼人单挑，啊，大只的狼人。看来扣个魔并不怎么厉害。这个大只有没有重创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有没有重创？哇、啊，小狼人有重创啊！可是小狼人哦，哎、欸，被砍爆了！小狼人素本赢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小狼人还是被砍爆了。有重创也不过如此。这组合要怎么赢我们啊？我也搞不懂。这一组活下来了、啊。嗯，剩这一组垃圾哦，而且那个食物没闪哦，你这追他砍。有用，我会天天追你打。逃亡，你准备就绪。吃了啦，这个吃了啦，这个比 BB 他们七比零还要稳哦。我直接克三关掉，无敌。哦，这硬控场，哦，哎、我的队友哎。我等说，其实对面也有。嗯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哈，不是同个量级的啦。我觉得基本上是完全的小全沉默无敌。我这边的，他是我这边的。沉默太强了，我也出个重创。哇，我一套下来八千多哎！你就在洗。哇哇哇哇！来护膝啊哈，来护膝啊！我跟他单挑。噔噔，吃喽！华丽谢幕虐杀，结果波比冰鸟那一组走得这么快啊！有哪里有波比冰鸟？啊、冰我是把波比崩掉，我把波比崩掉啊！啊，我要来个大威天龙啊！哎，你们可以娶亲啊，原本想说帮 BB 他们加油一下，开一下这个竞技场帮他们加油，没想到还是被定义毒奶。